麦克风。好，阿纪。大家看一下我的头发有乱吗？我的曼妮有乱吗？其实我的心很乱。师尊讲，这个娑婆世界其实就是一个火掌，我们这些众生就是因为度过了生死的大海以后，因为业报的轮回而降到这个娑婆世界这个火海火灾之中。在这个火灾之中，我们要受很多的苦，我在这个火灾中也是受了很多很多的苦，吃了很多很多的苦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吃了很多苦瓜。不过现在我想问一下你们，你们觉得这个娑婆世界苦不苦？苦。那么你们一样跟我一样吃了很多的苦瓜，苦不堪言，对吗？不过在师尊哦，在师尊一日一小雨咒的魔力超级大法力的加持下，我得到了智慧的 光环的加持，师尊指引了一条明路，就是在这个一日一小雨里面164册的长乐之道。我想请你们大家回去，大家一起参阅参阅。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此。上师，请问你，我有五钱拿吗？你认为有吗？我想这五钱已经想了流口水了。我看算了吧，我还是继续讲下去了，不然哦，今天晚上我回去，肯定啊，我的这个头啊，肯定被师尊了，当那个木鱼来敲啊，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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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啊，阿弥陀佛。OK， 长乐之道，我们学佛的人师尊说，都明白所谓的苦空无常无我，尤其这个死苦、生苦、老苦、病苦、死苦、愁苦、怨苦、苦受苦、忧苦、恼苦、生死流转苦，在这个八苦之中，又有爱别离苦，就是说相爱的人却又要分离；厌憎会苦，就是相厌的人可是却偏偏注定要在一起；求不得苦，无因吃甚苦。我师尊又如此认为，天气太热，热死人了，电流中断，没有冷气享受也是苦；天气太冷，天寒地冻也是寒死人，也是很苦。那么人生其实有很多的苦恼的事，灾难都是苦，受毁谤也是苦，受伤害也是苦，肚子饿了没有食物吃也是苦，贪爱也是苦，愤怒也是苦，痴疑无知也是苦，太坚信东西也是苦，被嫉妒或者嫉妒人家也是苦。从佛法中看人生，好像全部都是苦啊苦啊，这个是怎么一回事？人生的苦难确实不少，甚至很多人他在意外发生的时候，他根本都来不及去想，就已经生离死别了。很多人都说实在是难以接受，我们行者要在人生的各种苦难之中，从生命的压力之中学习佛法、静坐、参禅、修密，这个原本是要使我们的身心都能够得到清净，而用如来的身口意三密来对治我们贪嗔痴这个三恶业，让我们达到有定力，而可以产生出那个智慧来破解这个苦。而且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可以尝到生命的喜悦。那么我们晓得要受了很多苦难的压力，很多人都有觉得活不下去的理由，但是行者知道人生是为了什么？人生的四大因缘其实是修行离苦得乐，
那么苦是不然必然的，要看破了，我们就不是凡夫俗子，能够修到无争无贪无过来自在圆融，这就是常乐之道。有一句话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，就是书中自有颜如玉，书中自有黄金屋。我很庆幸，因为今天我也读了师尊的书，我知道了什么叫黄金屋。黄金屋并不是说师尊在叶子湖修行的茅草屋，黄金屋其实在这个娑婆佛宅中是绝对空思妄想的，找不到的。师尊说这个黄金屋其实就是西方极乐世界摩诃双莲池。这个摩诃双莲池是七宝池八功德水，那么天宫宝殿，那么四面街道都是金碧辉煌金沙铺地的。其实我也是没有去过。那么你们大家想不想可以住进这个黄金屋呢？如果你们想住进这个黄金屋，那么我们就要累积我们的资粮，持咒修行精进布施行善，那么我们就可以累积我们的资粮了，这样我们就可以有望可以住进这间黄金屋了。 Om Guru Ren Sen Sikhi Ho。 好，掌声鼓励。